哎，看你哈，你有啦哈。好个，一个朋友来给你关心嘛。现在是少族的祖灵祭哈，那他们大过年哦，大概过15天左右到20天，那他要搭这个祖灵屋，那搭祖灵屋是邀请他的祖先回来，在这边呢就会他们会唱歌跳舞。地震以后，这些房子当然是提供一些临时的安置。这是在1999年哈，台湾的921地震以后，那我是受一些人类学者的要求到这边来协助哈，主要就是说它族群非常少，但是它保持了非常完整的他们的南岛语族的祭典仪式。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，那我就踩到这个领域里头来，就是所谓的原住民的或少数民族的部落的重建，或者是灾后重建的这个工作。当然是这个预算是非常少的，只是那时候一般盖房子大概差不多20%左右，一般盖房子20%的费用而已。因为我们是希望动员当地的人来做这件重建的工作，而不是外面的人在做这件事情。所以盖房子本身也是让他们族群重新凝聚的一个目的，就是他们能够一起合作。所以这房子看起来很简陋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参与，自己建立自己的家园。除了钢料还有一些水泥是外购以外，其他都是就地取材，还有那窗子都是那个质量很差的站板。这个房子是我们在这个社区里头它的预算最少的，那但是是做的最好最完整的。那这个30万呢，买这些材料绰绰有余了，无非就是他的用心跟他的劳动力的投入。这个灾区的一个概念很重要的就是，你不能提供给灾民一个房子，而是给他一个可能性，因为一个房子是一辈子或者好几辈子的积累。像我们这个是整个村庄一个50几户这样子被征了，这个是中继屋。我们当然是希望还是回到原来的故乡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就学会这些钢骨结构这样子。对他们来讲，最好的疗愈就是劳动。那盖房子需要很大的劳动力，也需要合作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就可以让他们忘掉那个灾难的那个苦难。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，我这房子的结构是很简单的，它可以修改。它是做高架的房子，但他们这个就自己慢慢在做了，花了10年时间慢慢做起来。看一下这个木头好了。在我学习这个过程当中跟大家都是一样的，但是我觉得里边有太多的疑问在里边，但是因为我认为的豪华的价值观念是不太一样的哈。This is a next generation toilet， 你把混在一起就天下大乱，就是尿粪分离。我们下面是一桶一桶哈，装满了以后我们就移到旁边去，再换另外一桶，那绕一圈以后就变干了。我过去是从事那个半导体工厂的设计，那个是我们现在的工业生产的是非常高端的高科技的一个领域。
但是当我地震以后来这边从事这个工作以后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更重要，并不是赚很多的钱，或者是做很多高科技的东西，或者是挑战你的技术的极限，那跟人都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这是跟人息息相关的，直接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对他们的影响，对我们这个价值，这个对这个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。